你去拿钥匙，然后叫阿昼。很难。阿昼，阿昼听到，阿昼听到，而且他也吓到了，因为他吓到哈欠了。很难。哪里？地上吗？我啊，真的哎，我扫一扫，我扫一扫，蚂蚁，嗯，有啊，很多蚂蚁，姐姐你很棒哦，你发现了这个很多蚂蚁，我待会请阿姨扫一扫。你钥匙不是这里的啦，这是不是这里的钥匙？这没有一直是对的啦，钥匙，阿昼放在这里啊。你要找的是有姐姐的钥匙才对的。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。钥匙还给我，钥匙还给我。好。